现在是晚上的9:40，我们三个单身狗到家了，找了一个闲置房。这应该是盖的新房，但是这个门都锁着的，进不去。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录音了，这刚好铺的有本儿。这房间里是没东西的，应该是没啥人。这个窗户是开的，开始收拾东西，做饭了。东西已经拿出来了，先蒸米饭。我还以为没买米饭呢。这个还有半袋，够吃了。这是昨天买的豆卷，3块钱一本，这是一半，等于是1.5块这么多，哇塞，挺实惠的。今天晚上炒豆角吃。西红柿，对，还能吃一顿。今天买了一壶油，25。鸡蛋的时候买的一壶是38，葱和蒜搞里头，豆卷搞里头，西红柿搞里头。再上锅盖儿，开饭了！哇，哇塞，漂亮的很！吃饭，这是他俩的饭，米饭、豆角掺狗粮，吃吧。原本是个好狗，原本从来都不挑，是吧？喂啥吃啥，快吃！吃完给你们倒点水啊。这个菜要是蒸面条，绝对的好吃。再加里点肉，看，完美。可惜我的锅现在蒸不了，以前还能蒸，那个篦子扔了。今天我们三个单身狗走了35公里吧，白天也没拍，一直赶路了。白天在喀什买了4罐气儿，就这种气儿，这气儿不是说用不完啊，有的朋友说用不完，你那小罐气儿怎么一直都有啊？这是能用完的，不能说是用不完，用完我都给它换了。这是今天买的4罐，他要12一罐来。我说你这，我都从高原出来了，高原才卖8块10块的，他要12。我说10块能卖不能？10块卖了我就买点，不能卖我都去隔壁了，隔壁还有一家。然后他给我10块，网上更便宜，网上是
5-6块。这种气儿都是一次性的，不能循环使用哈。就是说这里的气儿用完了，这个瓶子就没用了，就可以扔到垃圾桶了，是吧？我们三个单身狗从喀什出来，今天走的是311省道，然后距离乌鲁木齐还有1470公里，差不多。听说那个独库公路要封路了，估计天该冷了。天冷的话就封了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走哪条路呢。有没有朋友推荐一下，看我走哪条路能到乌鲁木齐？别到时候走到独库公路，然后不让过，完犊子了。那边好像都已经下雪了。